杰老师，<嘿>昨天四字头的预创亮灯、啊，那今天呢？哦，今天我们直接乘三倍，三个股票亮灯涨停，看节目。欢迎投座票友来到股市最前线，为您邀请到的是领先趋势，掌握未来，华冠投顾顾问张高老师，杰老师好。 主持号，全国的特别大号是 David 高敏章。来，在节目刚开始呢，现在首先帮大家争取到了哈，你啊粉丝你中，你我直接跳啊，<laughs> 粉丝你中大回馈啊，五万，你这个很快哦，我这太快了吗？ 好了，先恭喜全国好朋友们哦！今天不小心又多了三根涨停板，是啊，嗯，因为昨天是五三五一的预创啊，对，够便宜吧？哈，四十块涨上来的，是的。然后上星期五是三零三五资源线板线涨停，然后上星期的六四五一讯息已经涨了二十几趴，有的。哎，我本来以为今天只有两个灯，结果刚刚录节目前，讯息六四五一讯息，恭喜各位朋友们再度亮灯涨停板。哎，这样到底多少？我懒得数，今天现在多少钱？ 俊心、欸、现在一六零点五，嗯，你把一六零点五除一二零，我们哎四十块嘞，欸、塊哇哦，也不敢刚嘞，嘿，真的不、欸，我有时候觉得哦，單欸、一档股票赚个三层，没怎么感觉？是啊，还是因为我太习惯一百趴这件事情。这一档股票在录音前哦，嗯。 在进入音室之后，好了，恭喜全国所有的观众、听众、好朋友们哦！这一档你一定有哦，因为我的 light 上面有显清楚。有的，那恭喜大家，六四五一讯息亮灯涨停。然后呢？啊，话说呢？今天前顶涨停啊，对了，两档了嘛。然后再来华星光涨停嘛，三档了嘛。四九零八前顶本来就买了啦，今天早上再买一次啦，所以现买现，因为昨天有很多新朋友参加嘛，对，又所以今天早上让我们先买四九零八前顶，现买现登登啦。 电话打进来，然后买了之后，所以上星期跟上的，昨天跟上的，今天就先买现登登啊。对耶，是四九零八前顶九十一二三块。好啦，你今天慢一点，慢点买九十五六块好不好？好，你也至少赚半根，半根至少。那再加上四九七九华星光，星光，尤其是 VIP 的朋友们，嗯，你们上回一百八买，嗯哼，Baby 昨天买的是我昨天请你们买回来的。你看看，我先讲哦，我昨天买一六零啊，对，收盘现套啊。啊。 侯林球把给，人家我们今天涨停。今天哎，欸、昨天让你笑五分钟<道>没关系，公道自在人心。不不不 <laughs> 让你笑五分钟我都开心，<laughs> 反正我会涨停就好了。今天换老师笑，所以嗯，以哦、那个什么几个名额这件事，对。 就交个平话，不干我的事。那有什么问题？哈，我已经帮大家争取了，我还是特别先私赖、like、给老师。老师，今天呢，哎，在录音前是两根涨停板，所以会有十个名额。在录音的过程当中，录音前几分钟又亮灯，我的老天啊，<对>所以十五名额先抢先赢了。好了，大家自己有兴趣也打来吧，好好赶快用 y T 的画面截图上传到 Line A，你就可以用最低超低的门槛轻松跟上。d a v 老师，你看昨天跟上的好朋友们，今天前今天先买先登灯、啊、先买先登登，我的老天儿啊！九字头的股票九十几块。 应该还蛮容易买的啦哈，但你说要现买现登登，这真的其实也不难啊，令人发指。我昨天都会去买华星光，你也猜得到啊。华星光昨天的天型那么丑，我从那边去买哦。四九七九华星光，上回不是一百八，那时候不大喜。欢我说可以卖一趟。我不是讲了，自己打来问老师，那你昨天一百六怎么买回来？啊，买完之后还长那么丑，收牌不到一百六，哎，先买先套。对啊，讯，还是今天的这涨停了，买的真好。 <laughs> 没关系嘛，啊、让你们亏也没关系，反正会涨停就好。我,我记得热度榜有网友问说一百七，不难、啊，已经一千七四了。啊、坦白讲了，真不难啊，真的不难。好，难的是你后面还有多远、啊？对，难的是就像台北股市、啊、今天已经逼近一万七千四百六十三。是啊，记得我们的课程两个礼拜前。 七月三十一号，嗯，破底啊！台北股市破万六，吓死宝宝了。David 说会先破底后翻扬，是哦，是哦。当交易指数站上季线，很多人会担心会被压回。David 说不用担心，不用担心。我那一天的口讯送给各位，是记不记得？有那一天有口讯是什么？上看一万七千点以上，好，接近万七了，万七了。又有人在很多不同的节目问 David 啊，你看，老师那万七颈线呢？是啊，对不对？哦，David 说什么？ 不用管万期，直接过。先看一万七千四百六十三。哇！好啦，没过没几天，一个礼拜过去了，老师现在一万七千四嘞。是，距离你说一七四六三剩几十点而已。一七四二一今天的高点，不用再问我了。答案走一个字啊，嗯，会啊。你看，给你的答案就是清楚、明白、简单、扼要。没有，也许可能啊。我从一万六那一天我就跟你讲了啊，破底翻周一路嘎。是啊，纵有小震荡，不用理他。 虽然涨得慢，但股票不什么什么慢，很快哦。指数啦，可能会放缓一点。指数也涨得很快啊！我本来想说它慢一点更好。有了，有它有尊重我。有慢一下下，在一两天，对，有一两天的时间直接往上冲了。好了，恭喜全国好朋友们这一波你会赚得非常开心，而且这是明确、超级明确的嘎空走势，乌啦！所以十五个名额是啊，交给平花，先抢先赢了哈！十五个不能再多了。 啊，因为只有三只涨停而已啊。不然等一下再弄一只来涨停，我看一下,看一下再来一昨天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才说，老师，那如果明天也有涨停板了，是不是也多名额？那明天涨停再说嘛。你看你自己讲的，我都记得。哎，我昨天说过这个，真的啊。我只管股票不会涨停，我才管明天涨停再说优惠不优惠的，我就帮大家争取三个灯就十五个名额。那你怎么不说好不好再多弄两只来？ 多弄两只来啊！我们留点明后天啦。哦，你说留点够他明后天用是不是？对呀，怎么了？哎，不可以每天涨，不能用到洪荒之力，不用不用，今天三个就够了。不用了，三根涨停也不用洪荒之力啊。你重点是，一开盘一下就涨停。涨停吧，老师的这个一派轻松，不尴尬，尴尬。我们去涨啊！这对我们所有观众听众来讲，不是很稀松平常的事吗？稀饭配肉松吗？这这也不像啊，不这真的没什么，就随便改。不不不，观众朋友、全国听众好朋友们，你的。 三六六一四星从两千四喷到三千三，也不过八九百块。我有多说什么吗？我只是恭喜各位赚八百块以上了。哎、啊，涨停板说这个涨停不好。那我那天涨停十一月九号，啊、我说那个涨停不对，我要卖掉了。还嫌弃他？你就卖掉三千二到三千三了、嗯，差不多、啊。对啊，到现在哎，老师，台北股市再怎么涨，为什么事情不动了？是啊，反而你换过去，可不知通同涨涨停。哎，对耶，你卖掉一档的事情可以换好多哎，是不是？哦，David 有没有换的漂亮？换的很漂亮。 或者是换过去还涨停，还涨停，还涨不停哦。所以 David 才会在节目上讲嘛。很多人会说：“哎呀，我某，比方说我华星光没跟上啦，或者是某某股票没赚，没跟到怎么办？”嗯，别惊，是 David 依旧有心得，而且很多都是刚起涨的。没错，这就是这个行情美妙之处，美丽的地方。很哪，虽当当啊，吸引人的地方。啊，输个名额哦，好，就感谢平话了，因为他没问，我也不想讲。你看是不是，一定要帮他争取，好不好？ 这真的是史上无敌超级非常难得、欸。电我本来今天问我的时候，我还想装傻真的，老师真的有装傻？啊、有这件事吗？嗯，嗯那那可以不要吗？<laughs> 不行，你常共鬼你讲。哎呦，好好优惠这种东西哈、哦，能省则省。有时候我也很懒得推。<laughs> <laughs> 老师真的很懒得去推，那交给你，我说没问题。对啊，我说我的股票会涨停就好了，为什么要推优惠？我只关心我的股票会不会涨停。我只关心我的股票会创新高，会创新高，会不会创新高，会不会三成五成变一百趴，还是会变两百趴？我在意这个啊，嗯啊，那个什么几折、什么优惠、什么什么门槛的这些，我根本不 care 啊。你看，常常得到的地的东西，我都觉得哎，还好嘛，就不是很正常吗？当你股票常常会涨停。 常常还会现买现涨停，是啊，还有外挂涨不停的时候，候<對>你想的就跟 DV 想的一样，嗯，哎呀，才三成，我還觉得也很少哎、欸，真的耶，好，<對>才五成哦，还可以犹豫啦。上礼拜我记得三个灯，现在才礼拜二已经四个灯嘞，这不能怪我、啊，你看看是不是？我只能说我们的股票强太强了，倍儿强的啦，所以不要再等了哈。来，今天帮大家争取到了。 一、欸，我们的股票也很争气，三个灯给大家。我们的股票一定很争气啊，因为非常多的新朋友、好朋友、嗯、哦，共襄盛举。真的，真的。不然为什么 David 常说，嗯，奇怪，那个很多朋友跟上之后，就突然自己这边打了，是啊，都会自己融钱出来。真的，哎、欸，老师，我这个一个看还有，我只我只是一部分看的看好，别人看我还有其他的。可以啦，我们多赚一点哦，他们养成好习惯，真的一定要养成好习惯。好的股票，是，对不对？ 趁指数震荡，嗯、或者是刚起涨、刚起涨、刚发动，赶紧去买，一定要涨、啊、多的哈、哦。嗯、老师，我觉得三五四五蹲太五成哦，哎<嘿>，太恶心了，<嘿>你就获利了结，哎，不尽力解散，真的，你就不尽力解散。<laughs> 好的，来粉丝年终大回馈哦，希望大家能赶快哦，趁着这一次的十五名额，先抢先赢了，超低的门槛，轻松赚一路赚到明年，好不好？电话接下来做波通了，我们先休息会儿，等会再回来。其实平话讲，赚到明年蛮客气的。 赚到明年呢、欸，我看起码还有好几个月吧，不止明年了吧？明年，明年是搞不好可以赚到明年的第一季、<的>第二季，搞不好第一季、比第二季都还有可能。啊，是赚到明年，又没有说是明年一月、二月、三月，<你>搞不好是一整年呢、欸。对对对，那也要有操作技巧啊！啊，万一涨多了，也是股票需要卖的时候嘞，嗯，就像你现在，哎呦，上礼拜四星涨停嘞、欸，哇，嗯、大家想四星多好。 每个人都有十一月九号哇，自己涨停了，大家媒体的新闻都四星，对不对？外资喊什么多少钱？哎，我蓝公过涨过折扣掉十十塞伊啊！开始我我买我买的时候是八十，八十，我不是写塞，我是买八十，是买八十哦。我们不是用写塞哦，对不对？就像我说嘛，我买写塞林志玲啊，点西垮掉哎，对不对？马西哈压根八根打不着，我买写塞奥巴马。 对不对我咋我 O A 的呀、啊？我跟你讲，我妈妈还算白的，遇到混血的。好啦，开玩笑的。重点是你认那个叫认识吗？嗯，不是吗？对嘛？丢啊！嗯、好哦，今天涨停板三个，所以十五个名额先抢先赢喽哈！先抢先赢，加油！哎<嘿>，做十五个人。嘿嘿 加油，正拼手速的，你们自己快啊！手到手到快哈！吓的我跟你讲 d a 不管优惠的人，真的他，我只在意股票被涨而已。而且过了就过，老师怎么讲的不行就没有。哎呀，老提优惠没营养，真是。所以今天特别争取哈，十五个好朋友们，这个行情之所以厉害哈，几几个逻辑跟大家解释一下。首先，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新台币暴强？ 新台币爆强，大家没注意到哦，因为最近指数涨得多，懒得跟你讲新台币。你没注意看哦，新台比爆强的，上 K 线。真的耶，讲到没有朋友了。哎，它往下是强哦。夸张不夸张？夸张。夸不夸张？六六个五个交易日，嗯，用分的强，这表示外资一定大买啊。真的。这外资大买一千以上，你看这这五天大概买超过一千五、一千六了。哇，毛起来。今天不算哦，就一千多了。是。为什么会这哇，为什么？ Why？好，David 解释一下，今天刚好中场休息，我们来讲一下很多人很关心的加权指数，包括美股。对，首先我们看第一个东西叫费城半导体，麻烦平发帮我们找一下费半费半，有点费又不会太费的费半。哇，老师你你在哪里废很强哎，有没有跟加权指数台股的一模一样？有哎，哎，真的，所以为什么 David 知道会破底板？我知道费半会转强，我当然知道破底了。好，再一个。 据说今晚那个谁，NVIDIA 回答电话的，这是法说这种财报的。嗯嗯、我先跟你讲了，只有好事不会有坏事啊。哎呦，哎，等一下，今天晚上只有好没有坏啊？还没有发布。哎呀，哇，不难猜啦。所以你再看哦，嗯、费半离前高剩不到两趴哦。他昨晚收三八零五，最前高三八七五。对对对。 被砸板弄一鬼，七七七十点，哎，还砸板弄一鬼，新啊，十你搞不好不用砸板，搞不好过一两天就过了。那不就跟台股一样嘛？嗯，所以你问我一七四六三会不会过？哦，我当然会过，还需要想。真的耶！不要看那么浅，不要觉得涨一千多点很多。你们因为十月份被吓怕了，真的被吓到。十月份有多少人放空的？很多。有多少人转空的？很多。现在我没吊掉下来打屁股？有。直接踢飞到火星上去了？不用踢飞到火星，他们应该已经自我了断了吧？ 这样，他们是可以自我了。他数个痛口还们自我了断，马上又转化了啊！转什么？人不转就路转，路转就搞完自己转转。所以他们是那个阿米巴原虫会变形了，有可能。来哦，哎、欸，这是有迹可循的。嗯嗯，好了，好朋友们，今天的重点不在我讲的那些话。是，一七四六三，如果过了会怎样？过了就万里，也不能讲万里无云啊，至少了来的。 我直接告诉你答案。好哦，好哦，好哦，再往前高吗？一八六一，我不敢说一八六一九会来啦，嗯、但一万八应该不难啊，一万八以上不难。有吗？那还有六百点的空间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有多少股票狂飙？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一波有很多股票其实没涨到，<是>因为台积电涨太凶，对，没错，因为联发科涨太凶，是的。 所以发现，哎，奇怪，怎么行情一涨，今天涨面好多、哦？嗯嗯，的确很多。阿豆、啊、回头一看，就跟我们那天看到玉创一样，阿、啊、你娜多雷叫阿巴卡里 Q 谁了吧？不涨、啊、停了，原来是这种怜悯之心，那悲天悯人呐、啊，开玩笑，人真好。哎呀，蹲他，你在七仔公园那阿修啦？在多里遐啦。 好，不能到五成了。哎，真的耶！你看看今天又在三零三四零又涨很多了。嗯，然后那时候说啊，蹲团你奈，我都知道不是给大家说七十七七十七十八。嗯，对。我是说蹲团你奈，需要再兜里一不然哎，那那会员朋友们一起买嘛。我光怀一观众听众不是讲要我面的驱动 IC 那 p 的第三档里面最低价的，那时候七十七十八块，七字头你不买对不起你自己。嗯。啊，现在就一百二了，这样就五成了。真的耶！你看看，不就这样来的？你看看，你看看。所以来说。 也不是很难了、啊，所以，前到没有？来赚钱！哎、欸，今天的墩太平卓高，哎、欸，我先讲哦，五成了，嗯、已经五成不要追高，好不好？想卖就卖啊！如果你觉得可以了，你就我们来卖掉这种买新的，买其他的新的，对，就像上次你卖掉三千三附近的市新，最新一样。哎，okay, 我们没有不敬理解散我们有尊重他。看阿瞎子这里，好，大家一起卖，<laughs> 结果我才讲完之后就软<他>掉了。 grand，嘿呀！你看，股王也是我们养出来的，也对啦。我们把它卖掉也合理吧？一路这样赚上来耶，丢啊！好几趟了，这趟股票好几趟了哈。今去年到现在已经超过，哦、我的我的五,五,六五六趟跑不掉哦。我记得也有五六趟，嗯，嗯来回转价差。好、哦，好啦 a n y、anyway, w a y 台北股市真的非常非常的猛哦。今天更厉害的地方是加权指数这么强哦。嗯，依旧有一些。 没什么长到了再转强，依旧有一些嘟嘟尿开囧，就是因为有这种股票才觉得它强。那另外还有一件事很重要，你看那个五三五一昨天涨停欲冲，好，哎呦，老师今天很丑哎，那谁干的？早上喷出去，怎么今天丢回来啊？涨得好好的，五十一块九，来，这个就叫技术分析，嗯，创高啊，对，指数大涨啊，啊，获利入袋啊， 对不对？有合理吧？合理啊。合理吧？可是我想问的是，啊，他他说涨涨创高，你要把它卖掉，你确定这是对的吗？我大妈没有 <laughs> 你确定这件事是对的吗？当然，我不反对你卖。嗯，因为你已经赚两层了。昨天接近嘛，今天已经绝对超过两层了。哦、就算你买四十二三块，也两层了。你想卖就卖，你要卖就卖，我真的不介意。技术分析会说，哎，老师，这个这一条对过来这边快到了，稍微尊重一下嘛。 所以啦，你的加权指数就没法像我一千四百点全包啊。对，你看，因为你用技术分析啊，你寄千就出去了，你还不到万几就出去了，被洗掉了，不用一个礼拜前就被洗掉了。哇，啊，刷到来家里无安呢，你看。无啦？啊，就再追回来嘛，无聊啊，累不累？你每天，你每天，你每天吗？你每天吗？有啊，我觉得这种操作真的是很无厘头哎。好啦，会有朋友累是累在数钱数到手抽筋的，会有朋友就是老师，你就。 就叫我报手，我就傻傻的涨一千多点了。哎，可是有时候操作金价是波夸波带劲呢。有啊，困难就想卖。不知啦，啊？你真的，如果你要卖，就跟我讲一声，我们就卖掉。打个招呼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卖掉之后，马上有新的就叫你转过去。对耶，就好了。像你昨天有不小心卖掉的朋友，我们经常不是买千定吗？哎呦喂，对不对哦？啊，昨天不是买华星光吗？是啊，啊，不是照样涨停？告诉他啊，讯息洗来洗哈，他都不回档，我就不好倒了。哎，对，一直涨停，我倒六四六四五一啊。 他就我今天不要啊！因为他上次破底线，我不是跟你讲可以买吗？对不对？啊，我买完之后，老师买完也没有涨，要破底线，每天都黑 K 吗？我干嘛细？哎，在这边，你买一百二，哎，好了，你买一二七好了，好不好？都可以了，是不是？最起码你上次演讲会，你有听我的事情不追吗？嗯，一百七你没买吗？没买。一百五你没买吗？没。一百三你没买，你一百二才买的嘛。啊，老师，你是随便看看价，你四十块嘞？你叫我买。 一百二，你看，撸撸撸，还还被套。呃，一百二，然后最低撸到多少？一、一、一六啊，一一五？一六一六，还好啦，那小套一下下了。今天一六零了耶，套两天而已。我们去都去，尾不算四十块了。就说一百二啊，你看啊，你今天一六零了，一六零啊，你看四十，我没有买最低哦，我买一百二呀，哈。谁拉逼？事实证明一切，恭喜。在讯息上周没涨停之前，讯息丑不丑？丑。烂不烂？烂。现行嘞。 烂爆了！请问你看技术分析，你会买讯息？怎么可能？不会，怎么可能？你怎么会买一百二的讯息？不可能！你一定追一百三、一百四的嘛？真的？一百搞不好人家不敢追。对呀，我觉得哎，那是假象啊，搞不好怎么上去了？有了，真相只有一个啦，就是我们赚涨停了。真相只有一个，就是涨停板是我们的，是是你的，是你的。哦，恭喜好朋友们，恭喜所有订阅 YT 频道的朋友们。 送分题嘛，应该大家知道吧？送分题给大家。好了，粉丝年终大回馈，十五名额，感谢平话十五个名额。他没问我，不想不想提。好全世界最最讨厌推活动就是 d a v i 老师，不是这这向来不是我们节目的重点。我真的要服务所有的好朋友们，好不好？帮大家谋福利，十五名额。我知道老师是说一就一，说二就二的那种，所以就对了。昨天你才刚讲，我真的是啊，我就想说啊，啊，那都搞啊，比较常推，偶尔这种。 推一下就好了，不要推那么多天，推两天我就觉得很多人。好吧，那今天 last all, 好吧？啊，今天 last 了，明天涨停就没有了哦。明天涨停，我们自己赚就好了，大家都买好了，该上车都上车了啦。哎，想赚的都已经上车了，真的会飞到好几个去了，你看。你真的在意那个超低门槛这件事吗？这,这也没多少钱，这真的没有多少钱，少钱你光是一单股票，<laughs> 啊、三六 <laughs> 就好几个了。所以啊，十五个名额、啊，先抢先赢喽，凭。 那个大家平手速了，平手速了哈，好不好？手刀快抢，喽，十五个名额先抢先赢喽！好了<啦>，哦、我们下面都来讲另外一个好有趣的故事。对对对好，有趣的故事，好来开始喽！嗯、欢迎重回到股市最前线的节目，十五个名额先抢先赢喽！超低的门槛让你轻松跟上，就是要回馈所有的好朋友们。今天十五个名额，明天。 即便是股票涨停，明天涨停也不会再加了，好不好？会再加了，好不好？要，这样太累了。哎，不要推活动，很累。我们真的老师的股票涨停是还蛮稀松平常的啦，所以就不能一直推啊，这样就没有什么特殊性。新鲜感了，对啊，今天就十五个名额，不能老是老梗嘛，就没有了。对啊，再推下去，老师要翻脸了。不会，我不会翻脸，我只是觉得没有看不了了。好了，今天下半段。 要讲什么？还记不记得昨天 David 在节目的后半段，我说要感谢大杯摩卡。哎、欸，对、欸，记不记得？有好，感谢大杯摩卡，今天星星大涨。你看，我就想想想、這個、我昨天才讲的哦，<laughs> 我昨天才讲的哦。五寸不？五寸呐！我说，如果大摩不降品哦，嗯，我对星星还真没兴趣。感谢大摩让我买了二百五十块。就是他们出了这一招。 阿拉说不好啊，不是因为大摩说不好，我突然发现说，哎，啊，你怎么那么便宜？你怎么倒在这里？你怎么倒在那里？反而又是给亏。因为我手上那时候我手上不是已经有蹲在那些股票了嘛，然后有 CPO 的股票，有有有有，啊，温道信息已经涨停啊，啊，或者徐工，大摩说他不看好，嗯，很那，然后我就看了一下他的 paper，嗯，对啦，他的目标价写的很低啦，很低啊，但他的内容也不是真的不看好啊，是的，啊。而且 David 那时候讲过。 记不记得我说过，ABF 载板会比较慢来是为什么？因为它不是手机的、啊。嗯，没错。但是我们可以想象的四服器的需求往上，嗯哼，对不对？会复苏嘛？嗯、包括传统四服器哦，不,不是走 AI 四服器，包含传统四服器。嗯，那一张我没给你，你不用找了。对，好，我再找那一张。<laughs> 那一张我自己留着。好，因为以后当当那个教材用，那个、当新新。 那个谁，星星南电吼，南涨翻天之后，再把它拿出来给大家看。好，然后大家就会说：“哎呀，感谢大杯摩卡惠我良多啊！”苏兰家，苏兰，苏兰高表伯都个蛋涨停，哎，我这你，屡试不爽哦，真的哎。大摩是十一月七号、八号出报告的，呃，新闻写的，但他报告已定提前出来。对，在这个地方，那时候我们就讲过喽，我说万一大摩看坏之后，南电星星涨过去了，嗯，然后平话我说老师，那你最喜欢哪一只？ 當然，欣欣了，啊、好了。欣欣今天来到技术分析，接近一百七十元的季限关卡、哦哦。对，送你一句话，好，别理他，卖款<看>，不，别理他，好、哦，别理他当做没那条线就好。哇，好哟，没没看过人上账户分析股股票没有喂、欸？来来来来，全国观众、听众，所有认真收看、收听节目的朋友，YT 加权指数从一万六、嗯，我说十月三十一号会破底翻。 你会觉得我胡乱嘛？好，没关系。当他开始大涨的时候，你开始觉得哎，David 公嗯，有有一点点超破二 B 可以参考一下。站上季线的时候，David 怎么讲的？不用理他，一次过。接近万七的时候，David 怎么讲？不用理他，一次过。老师，你到底看哪里啊？我说直接从我一我一万六那一天，我就直接看一七四六三。是。我十月三十一号，我说会破底翻之后，我就跟你讲，我直接看一七四六三。 一千四百点。嗯，今天为什么到了？有没有想过逻辑是什么？就是老师刚刚在 YT 频道中场聊到的。他前面挖那么大个洞给你跳，他当然是嘎爆你啊！你看，全部把它打包。对啊，所以直接打包带走啊！哇哦！那再看看台北股市的台币走势那么强，真的台是不是外资挖个洞让所有人跳下去做这打包带走？对，直接打包带走哎！那为什么 David 知道？因为我跟外资一样坏啊！懂吧？ 哦，恶趣。我一开始不对了，这盘是恶趣啊，真的是恶趣。哎，所以啦，外资不看好的，不见得不好啊。哎，对耶，您看看，您看看，来，刚刚老师不止提了外资，不止提了台币，还提了哪个？费板哦，费板那个，大家自己去定个 Y T 啦，不想爱讲。股费板跟台股像，很正常，真的非常相像。所以今天呢，三个哎，会不会我们今天节目录完之后，明天费板就创新高了？ 因为它只差这么一点点呐、啊，泰国也是啊，差四十点而已。反正一万七千四百六十三过了之后呢，你也不用太担心。真的、哦，对，因为还没涨完、欸。真的，好好朋友会问我说：“还没涨完那？”那过了前高之后，那接下来还没涨完。哦 <laughs> <好>，还没涨完，讲了三遍，很重要，很很清楚了，很清楚、哦、明白了。所以今天水果兵哥，如果你喜欢 d a v e d 老师操作的好朋友们，赶快跟进脚步喽！你光看诶、欸，从第一第一波大家最熟悉、最耳熟能详，你想要从事情。 四星啊，创意啊，维影啊，然后刚涨上去，老师四星，对不对？胜利厉害啦八九百块的，但是太高价了吧？真的，我说不用担心，我四星卖掉之后，我都买，我都买便宜的，都是这种几十块、一百块的。后面才有什么？哎呀，然后玉创啦、蹲泰啦、前艇啦，对呀，东西重了吧？维纳，午休了哈，午啦午啦午休啦，嗯。 你看，这些都是大家人人都喜欢的价格。有嘛？学个短袜还会涨停嘞！真的，即便是,你是大资金，你就买多一点嘛，反正是有量价。A 股、欸欸、的股票都有量哦，有量价。量太、哦、小的股票我没兴趣哦。随随 <laughs> 便便一个客户就买满了。不是买那么小资干嘛？小鼻子小眼睛的。欸、对呀、啊，那就自己自己自己,<唉>自己拉就涨停了，搏一搏输。对呀、啊，你看我们刚 Siri 又生气，他跳出来了。<laughs> 他真的怎么会按到他？<laughs> 我没按他，他自己跳出来。刚刚 <laughs> 有人呼呼呼呼喊他吗？可能是。嗨 Siri。 No，没有，他没有反应，他没有反应。对，哦，怪怪的，难道他也占下老师的操作？不是，我觉得，你觉得，可能是我们的股票涨太凶了。哦，被 Siri 监听哦，你看他跳出来，你看，真有，哎，真的没有人，天哪！好了，Anyway，好，反正股票大家轻松赚，不要想太多哈。十五名额，十五个名额啊，拼手速，就就这些了，不会再多了啊。好了。 今天讲非常清楚明白哦，今天三个三个灯十五名额，明天即便是再有亮灯，也仅就到这边。而且 David 先讲哦，嗯嗯，后面会涨的股票不止这些哦。好哦，还有一个族群没涨到，还有一个族群没涨到。好了，我们明后天发动的时候，我就买给你们看。嘿，any a n A 吗？梅西，梅西，伊基里啊，伊基里散热的早要上去了，双红都创新高了，拜托。 黑炸了，Kitty，黑烂炸了，弹掉啊！黑娜西娜，我要给你讲的是别的哦，白白鸡白鸡，鸡你想不到的。等一下，想不到的。皮话不用猜了，你也你也想不到。<laughs> 我也想不到。还有、哎、动的我再买给你们看 <laughs> 好哦，要发动我们再买就好了。所以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来，现阶段没有人猜得准哦。老师接下来的动作是什么？那们就是我们造表操课哦、啊。对，哪些东西？ 大概快轮到他了，所以我就开始盯啊，嗯，哦，动了然我就买。股票先预备好，当然是要先做好功课要做足，你绝对没看过任何分析师像这 a v i d 真的，第一波行情还没启动就先把事情买好了，对，行情还没启动就把创业买好，就把我股买好了，嗯，管它指数怎么震荡，你股票在创新高，是的，等到加权是真的落地，我直接告诉你会破底翻，是，不管别人说什么季线什么线，我都不用理他，一次过，嗯，现在一千四百点。 一千四喽，接近前高喽。那 David 还讲吗？又有新的吗？是，还有新。是不是屡那个每一次讲都中？哎、欸，真的耶，屡试不爽、啊。对啊，所以那我们再来是屡创新高吗？哎、欸欸欸，没败哦，没金价表现还是可以的。嘿、欸，是是是，是 <laughs> 来十五个名额哈，今天破例再加开给大家粉丝年终大回馈，如何得到 David 老的超低门槛轻松赚的内容？ YT 频道的截图哦，订阅的画面截图上传到 l i A，你就可以直接享用喽，哈、哦，就这么简单，十五名额，今天先抢先抢先赢，<對>明天就没有了。还有那个平常我们在空中收听节目的朋友们，记得一定要订阅 YT 频道，<是>一定要的，因为通常啦，嗯，YT 频道还讲比较多。诶、欸，因为我们的录音的过程当中，录影是不停机的，我们没有停机啊，我们是已经到底、哦，我们就把节目的上半段、<laughs> 下半段、中间加 YT 一路是进到底啊、欸，尤其是最。 最精华的通常是中间那一段，因为那一段，你知道，你知道，因为我们的广播节目，是比较我们讲传统的媒体，哦、是有时候言语上限制,限制会比较多一点。对啦，我们会比较矜持一点。對,對,对，<laughs> 你真的有在矜持，有要不是把你逼掉的，<laughs> 有我比较矜持啊，<laughs> 有后就不矜持了，因为 <laughs>、啊、我们。 YT 频道上就不会是这样子，<laughs> 好啦就，就不会就不会只讲这些 <laughs> 真，真的真的我会讲很多很多多，所以 YT 频道一定要来做订阅哦，订阅的画面直接都上传来、like、A，你就可以直接哦直接回馈大家，好、哦、超低的门槛，轻松赚，广告时间就留给大家喽。节目正论再次感谢 David 老师来到节目当中，OK，谢谢平话，谢谢全国好朋友们，那感谢平话，争取十五个名额，有兴趣的自己跟上 YT 频道的好朋友，明天见喽，拜。 华冠投顾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，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华冠投顾一一一金管投顾新字第零一五号。